我有个镜子，真想跟你照一照，瞧你那个样，一脸苦瓜相。可汗在为你庆贺生日，你就不能笑一笑吗？比哭还难看。来，你尝尝看啊，看看有没有家乡的味道。用这个办法给你过生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能不能高兴一点啊？可汗这么说，臣妾实在不敢当。自古以来，有好多的君王在想尽办法，希望能够博得美人的欢心。就拿周幽王来说吧，为国褒姒一笑，不惜国破家亡。朕当然不能跟他们比，但是那份用心是一样的。臣妾深谢可汗对我的宠爱。可汗，有一件事，臣妾要向可汗陈明。关于霍兰四处宫禁的事，完全是臣妾的主意。哎，你尝尝看，这肉烤得不错，连大玉儿都说够味道。启禀娘娘，可汗请娘娘今晚在此处安歇。嗯，把箱子抬进来。好了，下去吧。这什么？启禀娘娘，是可汗为娘娘准备的寿礼。哦。启禀娘娘，要不要奴才把它打开来啊？不用了。依奴才之见，还是先把它打开来看看的好。为什么？娘娘看完之后，才好向可汗道谢，以免辜负了可汗的一片心意啊。哼，心意，连话都不让我讲，还谈什么心意？世上有很多人的心意，不全是像娘娘一样一眼就看得穿的。你的意思是要我虚情假意、尔虞我诈喽？真是世上最珍贵的东西，娘娘用的实在太大方了点儿。娘娘就像晴天的太阳一样，毫不遮掩地照耀下来。可是，这戏台上有很多的戏，在光天化日之下演出的话，远不如在虚幻的灯火下看来有趣呀。奴才告退。
得他们给我喝完东西之后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顾兰，他没事了，没事了。顾兰，来。你的泪水还真咸。眼泪有甜的吗？没有甜的，有淡的，有没有味道的。可汗尝过。朕最喜欢尝女人泪水的滋味。有好多女人眼泪流多了，味道就淡了，所以眼泪要少流。想不到可汗还深知女人的眼泪。要说起来，眼泪的学问还蛮有趣的。就拿你刚刚这滴泪水来说吧，就露出了你真正的心意了。可汗看得出臣妾的心意来吗？有两种可能。第一，念及某人，刻骨铭心之事历历在目，情不自禁地流下相思泪。第二，迫于情势，但心犹未甘，就像将军投降一样，姑且称之为白旗泪。难道就不会使臣妾心怀荣宠，感念可汗赦免呼兰的恩德而流的感激之泪吗？如果是这种眼泪，就太值得珍惜了。那不但是你我的福气，那也是你们科尔沁人全族的福气。我科尔沁全族的福气。请娘娘明日到崇政殿前恭送可汗出征。你知道有哪些王爷会陪可汗去啊？奴才只知道有多尔衮王爷要陪可汗御驾亲征。奴才告退。啊，润福，我要谢谢你，那天你对我说的话可说是当头棒喝，真让我获益匪浅。回娘娘的话，奴才并没有跟娘娘说过什么话，娘娘没事儿奴才就告退了。娘娘，这个人好怪哦，看到他心里就发毛。哎，以前我一定见过他。朝中的大小事情就有劳二位阿哥费心了。恭祝可汗此去出征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朝中之事臣跟二贝勒自当尽心尽力，请可汗放心。恭送可汗。
们就在这休息一下吧。是。呼兰，老五，你真的派人到锦州前线去行刺？没错。万一失败了呢？那还有第二次。还有第二次？老八这一次班师回朝，一定会举行庆功宴，这正是我们下手的大好机会。说说你的计划。在庆功宴上，满朝的文武百官，还有京城内外的驻军将领一定都会来的。在群龙无首之下，其他防守的官员势必松懈，那我们的人马正好趁虚而入，包围皇宫，一网打尽，逼老八退位。到时候还怕他们不听我们的吗？万一他不吃我们这套，不肯退位，那怎么办呢？二阿哥，老八在我们的势力范围之下不退，我们不能杀他们啊。杀老五啊，真的那么容易吗？你以为老八那么好惹啊？他手下的部队那么多，防守皇宫的禁卫军又都是他的亲信啊，还有多尔衮替他撑腰，我怕……哎呀，多有什么用啊？全都住在城外。有道是，远水救不了近火，只要我们的人马进了皇宫，抓住老八，到时候还怕他不听我们的吗？依你看，我们有多大的把握呢？至少有七成把握。七成啊，那还差三成啊。我得考虑考虑，我要想想想想。你放心，只要我们密切合作，我保证立刻断金。我们走吧。好，走。幸亏林子里没人呢。有人。谁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人家呀，在我们头顶上。啊？有没有听见我们说话呀？当然听见了，要不然怎么会躲在树梢上不出声呢？啊？那会是谁呀？庄飞。啊？庄飞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看，上面绣的有永福宫三个字。这哪里来的？二阿哥，这方面你可就差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杀人灭口。
公主，您有什么心事啊？吃也不吃，喝也不喝的。没什么。您有没有心事，我还会不知道吗？有事就说出来，心里头才痛快啊。哎呀，你让我一个人静静好不好嘛？是。好心事，心事，我的心事，我的心事，情事，是你，是你，是你。冷宫禁地，
首，我是永福宫的庄妃娘娘。你是娘娘，那更应该知道宫里的规矩。这里可不是随便可以进来的地方。我刚进宫没多久，不懂规矩嘛。你是谁啊？反正是个奴才罢了。总有个称呼吧。已经好些年没人叫了，奴才也忘了。以前别人因为奴才管理冷宫的关系，所以都叫奴才冷太监。冷宫的冷太监够冷了吧。娘娘，还是赶快请回吧，要是让别人看见了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哎，这里边住的是谁呀？这屋里根本没住人。我刚刚明明看见有人在弹琴。那是奴才自己在那乱拨弄的。好了，娘娘走吧。哦，走了走了。大凌河的守将祖大寿既然不肯投降，我们就直接进攻好了，何必费那么多的时间挖壕筑墙？难道就是为了一个祖大寿？我这么做还是大玉儿提醒我的，她真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，如果能好好帮我的话，那真是大金的福气。这次出发前跟大玉儿谈到进攻大凌河跟锦州的事，才知道她心胸与见识。等朕攻下了大凌河跟锦州之后，我可以跟崇祯皇帝好好谈谈，杀杀他目中无人的傲气。朕要让他明白，在这山海关外，东起朝鲜，西至察哈尔，都应该以朕的大金为尊。难道可汗只是要大明的崇祯皇帝认定可汗是关外各大部族的头领，这就够了吗？只要崇祯皇帝肯封朕为关外的王中之首，每年给我们够穿的绫罗绸缎，够吃的粮食，够用的金银财宝，又有什么不好？在这之前，臣妾还以为可汗有莫大的雄心壮志，没想到可汗心中的天地就这么点大呀！哼，真是出了臣妾的意外啊！你又认为朕心中的天地该是多大呢？臣妾以为，可汗不应该有了这片天寒地冻的小天地就沾沾自喜。虽然不一定要比美成吉思汗，但至少也要效法汉高祖唐太宗的丰功伟绩啊。哦，你父亲就曾经跟朕说过了，说你从小就博览群籍，听口气还真想问问你，就算朕已经入主中原当上了皇帝，凭我们女真族这些人又如何能够统治大明这么多百姓，这么大的地方？其实很简单，只有四个字，以汉治汉，招揽天下有闲之士为我所用。其实明朝太祖所留下的典章制度非常完善，只是后人没有好好的去实施，加上后来这几代的皇帝都宠幸宦官，败坏了朝纲，以致流寇四起，民不聊生。话说回来，这不正是咱们的大好机会吗？嗯，以汉治汉这四个字的确有见地，也让我看见了将来的大好远景。所以不管是敌人也好，仇家也好，只要能为我们所用的，我们就要罗织。祖大寿骁勇善战，而且忠心不二，这就是我们要用的人，就算多花点功夫也是值得的。我们挖了两道壕沟，为的就是要困住祖大寿。这么做就是摆明了要长期的困他，直到他投降为止。末将阿巴泰告进。进来。启禀可汗，巡逻士兵查获一名自称是祖大寿将军派来的下属人，快带他进来。扎，看样子八成是有效了。是的，放开他。扎，请起。末将叶钦奉祖大寿将军之命前来今夜可汗，愿可汗万岁万万岁。
主将军要你来，可带有什么书信没有？有的，但是将军要末将亲自面呈可汗。推下。你是从大凌河城来的？是的。来了多久？刚过来，一到这边阵地就被你们巡逻的人给发现了。哎呀！快抢救啊！启禀可汗，已经死了。这祖大寿竟想置朕于死地。不是祖大寿，这个刺客根本不是汉人。哦，开始的时候我还没有警觉到，后来我听他称呼可汗为万岁，我才怀疑。为什么？因为明朝的官员都自视为天朝的臣子，他们称呼自己的皇帝为万岁，称别国的君王为千岁。而且他越过了两道壕沟，但是身上滴水不沾，一定不是从城里来。不错，既然不是祖大寿，那会是谁呢？启禀娘娘，有人叫把这个手绢交给你。从哪儿来的？启禀娘娘，送来的人说是在树林里捡到的。是谁？那个人说娘娘知道。人呢？还在林子里。娘娘，请。你认为酒里有毒？好，了不起！庄妃娘娘果然是蒙古第一女子，又豪气又有胆识。哼，吾辈了，过奖了。臣一点都不是夸你，就凭一个单身女子敢走进这片树林，就已经够叫人敬佩的了。嗯，我知道两位贝勒爷不会对我怎么样。哦，这么有把握？嗯，两位贝勒爷如果真要置我于死地的话，来个乱箭齐发就好了，何必费那么大劲儿呢？嗯，庄妃娘娘真是聪明绝顶，
才智过人呢。既然是聪明人，我就不用说假话了。我们的计划，想必庄妃娘娘昨天在树上已经听得一清二楚了，所以我就不再饶舌了。可是我要让娘娘知道，我们这么做绝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或者是权欲熏心，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。当年阿玛，当年阿玛并天的时候交代得非常清楚，这大金的帝业应该由我们四大贝勒共同主持。阿玛立下这个规矩，最主要的是怕一个人做了国君会以强仗势，独断专行，获罪于天。再说一个人的才智能力怎么能够比得上众人的才智跟能力呢？对对对对。可是现在皇太极大权独揽，把持朝政，为所欲为，根本没有把我们几个兄弟摆在眼里。所以为了大金千秋万世的帝业，我们想了很久，只有出此下策。两位贝勒爷的意思莫非是想要我入伙？娘娘，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。以我一个女流之辈，能为两位贝勒爷做些什么呢？娘娘是八阿哥最宠幸的妃子，跟八阿哥在一起相处的时间比宫里任何人都多。如果娘娘肯跟咱们合伙的话，行起事来当然要比我们方便得多。那两位贝勒爷的意思是要我谋杀亲夫？不是不是，没那么严重，没那么严重啊。其实呢，我们也没有什么私心，只不过是想促成天底下一段最美好的姻缘罢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们都认为啊，多尔衮从小就喜欢你，你也喜欢多尔衮呐，我们都认为你们两个是天生一对金童玉女啊。没想到皇太极利用他的皇权硬生生地把你们给拆散，我阿敏第一个就不服气啊。摆在眼前的事实很简单，只要你帮我除掉了皇太极，到那个时候你跟多尔衮就是我们大家公认的一对了。庄妃娘娘，我们都知道这一天呢你等了很久了。对对对对，只要我们大家一条心啊，你跟多尔衮的荣华富贵我保证你享用不尽啊。这个鼻烟壶跟皇太极的鼻烟壶一模一样，只要你找个机会掉个包就大事成功了。这个玩意儿闻起来跟鼻烟的味道一模一样，发作以后无药可救，而且不留一点痕迹。哼，二贝勒爷你闻过了吗？没有没有。这个玩意儿可以让娘娘跟多尔衮长相厮守，永不分离啊。对，永不分离啊。娘娘，你怎么知道我会答应？我们本来没有打算请娘娘合作的，只不过凑巧让你听见了，这命中注定我们是合伙人呐。对呀。哼，如果我不答应呢？你是聪明人，应该会知道我们绝不会留下一张会说话的嘴。启禀娘娘，等奴才去把他查清楚之后再来回报娘娘。也好，奴才告退。公主，您一个人晚上可别乱跑哦，听他们说这里好多地方不干净，还有闹大仙的。哦，这都有人在胡说八道了。公主，这些事谁敢胡说八道啊？润福，就是这儿。哦。娘娘，那天晚上来的是不是这个地方？没错。
就是这里啊。这儿以前的确是住过先皇失宠的妃子，不过事隔多年，现在早已经没人住了。奴才也查过，这确实有个叫冷太监的人住在这儿，但是听说他已经过世好多年了。那天跟我说话的又是谁呢？这奴才就不敢说太极为了收服明朝的大将祖大寿，采用困死战略，果然不到两个月便迫使祖大寿开城投降，并答应先混进距大凌河40里的锦州城，与皇太极里应外合。想不到祖大寿进锦州之后又死守锦州城，再也不加理会。皇太极见锦州不是短时间可以攻下的，只有班师回朝。这一年是天宗五年，明崇祯四年，公元1631年。你继续睡，朕还去看奏章。启禀娘娘，布谷福晋求见。布谷福晋，公主您忘了，就是二贝勒爷的福晋嘛，前天才亲自来请您过府去玩，您不是都答应了吗？就是今天吗？是啊，布谷福晋都亲自来接您了。我们平常没什么来往过，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请我去玩呢？快去请吧。是娘娘。布谷福晋，娘娘有请。给庄妃娘娘请安。布谷福晋，请坐。咱们虽然是亲戚，可是平常一直没有时间往来，早就想起庄妃娘娘到舍下去聚会聚会，一直没机会，今天能够请到您真是特别高兴。哪儿的话，我一直想借个机会出去走走呢。那就走吧。皇后不是也要去吗？哦，皇后说她懒得动，不去了。您今天就是主客了。
奶奶，奶奶，媳妇，有贵客在，还不快向娘娘请安？娘娘吉祥。乖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席花。哦，席花，那你今年几岁了？你猜。看你那么机灵，我想应该有10岁了吧。娘娘好笨哦，席花哪有10岁，席花今年才5岁呢。席花不得无礼。没关系，孩子嘛。娘娘请上座。啊，谢谢。奶奶，我告诉你哦，我养的相思鸟死掉了，结果我把它救活了耶。是这样啊？你是怎么救的呢？我就看着它，心里想，你不能死，死了好可怜哦。然后我就摸摸它，结果它就活过来了耶。后来那只相思鸟呢？它就飞了，飞到花园里去了耶。这孩子啊，就会胡思乱想。西瓜讲的是真的，你就不相信人家？娘娘相信你好不好？希望大人在说话，你到外边去玩好吗？乖啊。你们这布置的真雅致，地方又清静。娘娘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常来玩，咱们的厨子做几道小菜还挺可口的呢。想不到二贝勒还是个风雅之士呢。您稍坐，我下去吩咐一下。二贝勒请。您稍坐，我下去交代一下。二贝勒请。这些奴才真是的，茶也不上，人也不见了。娘娘您坐一会儿，我去去就来啊。你们没事吧？还没有呢。公主，您是不是觉得奇怪啊？我猜不透他们到底玩什么花样。你是个疯子。王爷，快到门口去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是。你怎么可以答应做这种事情？二贝勒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？他们说你答应亲自下手。你认为这样不好吗？当然不好，这是大逆不道，这是谋杀亲夫，这是阴谋造反。一点也不错。你知道吗？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长相厮守；只有这样，才能报你夺妻之恨；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多尔衮。你不要再说这些了，我根本没有什么夺妻之恨。这件事，你绝对不能做。我现在问你，你是怎么来的？你为什么而来？是他们叫我来的。他们说你答应跟他们共谋起事，要我带着兵马发动兵变。我听了这些话，能不来吗？那你打算怎么样？我当然不会参与这件事。你以为事到如今我们还能全身而退吗？不说别的，当他们一口咬定我们在这儿私会，就够杀头的了。多尔衮，既然他们敢把全盘的计划告诉你，一定有他周密的措施。多尔衮，我敢说，只要你露出了不合作的态度，你可能连这个王府都出不去。你以为我是个怕死的人吗？
他答应也得干，不答应也得干，反正一切照计划进行。如果活里糊涂给他们杀了，那算什么？如果为了我们的将来失败而死，也就认了。功盖三分国，名臣八阵图，江流十步转，遗恨失吞吴。二位贝勒爷阴谋篡位是否会成功呢？大玉儿会不会为了情而谋杀亲夫呢？多尔衮的忠贞不二是否会动摇呢？一场宫廷斗争即将展开，请继续收看《一代皇后大玉儿》。人生如平，聚散无常，何须朝朝暮暮盼望？燕子回时，远别来无恙，他相思比梦还长。人海浮沉，随波逐浪。